据相关媒体报道，演员尹君相正在与年轻七岁的圈外女性恋爱中。据悉，该女性正就读首尔科学技术大学。尹君相所属社方面回应表示，尹君相的恋爱传闻不是事实，同时表示两人是通过熟人认识的，只是哥哥妹妹的关系，并不是恋爱关系。而对于通过 SNS 公开的尹君相的家，所属社方面则表示，尹君相平时常常在家中举办聚会，那位也是与朋友们一起来聚会的而已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